大家好，我们是假辣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个住宅区，这边是 Daman Desa Green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庙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档口，它是专门卖这个昂刀生的。OK， 然后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朋友介绍，可能这里的红豆饼哦不是 the best， 甚至可能就是算得上是普通的了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环境哦，带回给我有那种中学的感觉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下午打篮球完了啊，就会找一个地方吹水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不多人的，然后像那种就是达曼啊，住宅区啊，然后一个小小的档口这样子卖，这个安哥也算不错，只是他听力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来这边跟他 order 的时候哦，可能你们讲的话要大声一点。你知道他的价钱是多少钱吗？1.5哦，听好啊，1.8哦，这个相比外面来说是便宜很多的。So,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可以来这边 try 啦。这边的红豆饼不是 the best， 但是环境快悠闲的。然后如果说要消暑，或者是你在这边附近不知道吃什么，又想吃红豆饼，这边可以讲是另外一个选择啦。加啦，蛋哈咪。